kéo ạ.这本书知道的人可不多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在嘲笑我无知吗？我不应该是在夸你吗？有人说这本书对新手入行有帮助，我检验看看有没有干货。一本书要799。你干嘛？我先拿到的。 你不是已经有一本了吗？我呢，有个习惯，看一本，收藏一本。嗯，你给我。我就是要看两本。有病吧！ 不用找了，都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好，请问这些书还有吗？抱歉啊，都没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就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有钱了不起啊！ 这几本书你要是实在想看，我倒是可以借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过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要帮我开车。上次你的行李太重，我手腕受伤了，医生说近期最好不要用力。哎呦，这就不能开车了呀？我看你就是缺乏锻炼吧。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成交，不就是开车吗？驾照不是白考。